以色列继续空袭加沙地带，巴勒斯坦死亡人数不断上升。约旦安曼几百人抗议空袭，要求政府撤走以色列大使馆。柬埔寨金边几千人参与悼念逝世斯汉诺亲王的宗教仪式。乌克兰政府军围困顿涅茨克，芬尼领袖称不会撤退。西班牙奔牛节举行期间，6个人被牛践踏受伤需要送院。